来了，恭喜恭喜！吃个隆咚锵咚锵，爆竹响连天。吃个隆咚锵咚锵，爆竹响连天。祝福你在每一天里永远多才多姿。周齐进宝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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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周齐进宝。今天穿到满身红，红包包来迎接我们的新年，因为牛年嘛，对不对？对。哦，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饭碗光环呢的这个嘉宾阵容啊，也非常的强大。不看的话，可能是你要回家哭三年哦。他们就是人见人爱的沈月婷，车见车载的王静怡，还有高大威猛的李明忠。还有我们这里呢，也是有帅哥美女啊，就是有火车见火车在的何以文，还有人美声音甜的钟小玉，脚踏车见脚踏车在的钟小玉。陈伟队为了一雪前耻，找来性格开朗、拥有一流演技的沈月婷，以及八度空间华语新闻的漂亮女主播王静怡，还有高大威猛演技派的李明忠。而杰克队也不放松，请来演员兼歌手的双栖艺人钟小玉，再来就是本地乐坛窈窕淑女新晋歌手何以文，最后由舞台剧出身，在电视剧独家追及表现杰出的李承运。今天是新年嘛，那你们懂不懂什么是为财啊？水。对啊，就是水为财。所以呢，我们今天来的地方呢，就是别上我的当。那大家获胜的话呢，其实奖品是跟以前一样的。优胜的嘉宾可赢取由 Adidas Impossible is Nothing 送出价值450令吉的产品， ODM 送出价值429令吉具有轻触式感应表壳而且可输入讯息功能的晃动手表一只，以及韩国著名品牌 Laneige 给你完美无瑕如丝般的容颜送出价值284令吉的产品。怎么会没有惩罚？今天惩罚是什么？因为通常惩罚的时候都会一个人端上来，或者是突然间跑出来，这是惩罚。我们到底今天惩罚是什么啦？拿出来看。为了配合新春的到来，制作单位特别准备了一种营养丰富的中药让艺人品尝。这个特别贺礼就是全虫，它是一种高档美味佳肴，有防病治病、增强免疫力和抗衰老等功能。不想收下这份厚礼的人就要加油喽！啊！这是什么东西？没有。全虫。耶！来吃看。来。怎么吃？这个就是所谓的全虫啊。就是拿来这样吃吗？对，你可以点辣椒酱啦。就是煮熟了嘛？什么东西？应该是烟台的。哇，你还点了这个很好，这个可以抗老化，还有那个解毒。不需要我们这样年轻，我们不需要。是啊，我们已经。所以我说啊，如果那是不想吃的话，就要争取胜利哦。对，饭本够好玩，出发！扭转乾坤这一关，两队派出一位代表，双方的腰间捆上一条绳子，个别站在水池中间的浮台上，利用腰力不停地扭转，只要在限定的时间把对方拉下水的人计算胜出。哇，第一个游戏呢叫做扭转乾坤。当然，这个游戏呢要考的呢就是他们的这一个，不是扭力哦，不是扭力哦，而是要考他们技巧还有平衡度。对。但是我想考大家一下，有没有人知道啊？因为是牛年嘛，为什么牛在生肖排第二排第二呢？关我什么事啊？他先排第几排第几了？因为他给老鼠骗了。他被老鼠骗了，你的牛角跌了。讲到牛，他就震了，看到吗？我觉得可能牛是善良的吧，所以他要排第二。其实是应该说，其他的生肖呢都是没有收到通知，说他们迟到了，因为他有两个天线，有没有？啊，其实真正的答案呢，我们应该看 B 下。其中一个有趣的传说是这样的，当年玉皇大帝选出十二种动物担任宫廷卫士，来得越早排列越前，竞选日子到了，所有的动物都纷纷赶向天庭，由于牛大哥一早便起床，一马当先占了首位，本来冠军非他莫属，可是机灵的老鼠一直坐在牛的背上直到天庭，在关键时刻老鼠一跳，玉皇大帝判他最早到，牛大哥只好让给鼠老弟排在第二喽。原来是这样子喽。现在首先呢要派出第一头牛对牛，牛应该是牛开始吗？为什么找一个龙的开始呢？对啊，也是找一个虎的开始，没关系，龙争虎斗来。哇，满牛准备好了没有？还有牛加油，还有牛加油，你上一秒3 2 1。阿健，你们要牛啊？
恭喜陈家干嘛？时间有限了，快点啊！看明总了，一直跑。哎，不要跌了，不要跌下来。喂喂喂！这个比大家想象中更难玩，他的浮萍一直在旋转，可能你捉不到那个力量去扭对方下来。输的人真的不同，你看他还在那个牛角。你不是扭的，你是用手扭肩膀。所以这一个回合呢，捷克队呢是获得一分呢、啊。出师不利呀、啊！不要这样子讲，因为现在才刚开始，我们还有接下来的这个两个女将哦。牛啦，是你，你为什么这么漂亮、啊？现在就到两个母牛没有女将啦。三、二。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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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游戏不是比赛转多少个圈，你的屁股有没有痛？没有啊！他刚一扯的话，他整个人是咚坐下去了。所以呢，成为最快的一方。耶！哇！那接下来成为最呢要派出就是阿牛 Jason， 还有捷克队的李成宇。你不要以为大声，我怕你啊！那我一次啦。可以可以，因为红包大风一点，两人分啊 ，OK OK 啊 ，OK 了啊，来准备好没有？三二一，陈毅你要知道陈毅，陈毅别吵陈毅，陈毅你别吵，陈毅你看后面，你快点发挥你的牛力啦！犯规了，所以是丑音。现在呢，继续，请。啊！对啊！不要讲太多的话了，你控制住一点。其实你可以换另外一个策略了。八、七、六、加油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。一开始我以为呢，他可以发挥他的这个牛力的，因为他在家有耕耘，有耕田的。我就有训练那种在 LRT 啊，在那裡。哦。哎呀，这一期有好戏看喽！两只没有吃饭的牛在上面要拉，我看你们谁会拉得跌。没有，真的替他们可怜啊，因为他们两位呢都是算是美女，但是也要志向沾上。好，准备好了，三、二、一。他们真的好斯文哦！然后现在没有吃饭的牛，然后还要热身。到底他们是站不稳还是开始了？你们要不要坐下来聊心事啊？你踹着扭一下，要 try again， try again。我们这游戏要换形式，叫扭一扭，对不对？你们故意不要转的，是。时间过得很快哦，还剩20秒而已哦。如果20秒两个人门下来的话，我们全部去推他们下来。对。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。三二一，他一直说很晕很晕，所以我就不要他吐呕，真的。这种互相体谅对方的，可不可以留等下吃饭的时候慢慢体谅？对啊，他们两个没有得到分数啦，打成平手，所以接着下来哈、哦、要厉害了。我跟你讲，好戏在后头，为什么？我啊，成鬼队派出老鼠屎队长，你是我这一组的好不好？杰克队有谁？伤心啊！觉得呢，两个队长其实每次呢都好像有闹不和了，现在看直接交锋了。我们怎么可能会不和？不可能，我很照顾他哎，我怎么跟他不和啊？等一下这惩罚太恐怖，所以我们呢就一定要决战呐、啊，对不对？我没有哨子。对啦，来继续吹，三二一，斗牛羊不会咬。请打！
分，他们三个人其中两个人没有拿分，一个还输掉，竟然跑掉，你看。我要跟你们讲啊，今天是牛年，我属牛的，跟你讲。你属牛？记得你不是属牛的吗？我生肖牛的。没有，我是可以让他赢的，因为他时常输嘛，对不对？输了，你拉倒。OK， 输两分的话讲啦，结果这一局我们成美队还是得到一分。对。那这个游戏呢，成美队以二，杰克队一分，成美队暂时领先。第三个游戏。哎，好好好，掉掉，好事来了，掉！不要为了一颗元宝，我放弃所有的元宝。还有人拿到了，拿到了！这一个游戏，快点快点快点叫黄金满地，财神爷也没面具，人人在那笑嘻嘻，笑嘻嘻，耶！点都不拿了。黄金满地这一关，每队派出一位代表，两人会被套在同一个救生圈，利用筷子把漂流在池里的金元宝给夹起来，只要在限时内夹得最多金元宝的人计算获胜喽。今天听讲哦，我们这个财神会下凡。对，因为上一年的经济不景嘛，所以他这一年呢就下凡派元宝给大家派送钱，只要你们一起唱歌，他就出来了、啊。他喜欢听到有人唱歌，他才要下来。财神到，噔噔噔噔噔，财神到。这个财神看起来有点翻版呐，暂时停住先啦，好不好？哪国的财神？还穿成这个财神这样鞋子也没有穿啊，就跟我们一样啊，太时尚了。好了，各就各位啦。哎，财神可以去派金啊。啊，买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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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。OK， 大家买完，大家没什么没。OK， 好，你们两个在玩什么？你们好了没有？我们要想办法把对方弄进后面，或者再把自己弄回前面。财神爷，你准备好了吗？小心你的胡子掉哎！准备好听哨音哦，二、一。全场啊！因为他又飘啊飘的。对呀。阿 Ken， 阿 Ken， 你前面有掉过。那个技巧真的很难，因为那个元宝啊在水上面啊，又左啊又跳，他们要夹的时候它又会动。我的夹！接下来不要夹，快点！就是这样夹，第三个要从下面捞上来。啊，对对对对对，越来越好。阿 Ken 慢慢来，阿 Ken 慢慢来啊啊！哎，好好好，掉掉，好事来了，掉！快点，掉！三二一。你刚才你整不用你竟然可以成功夹持两个这个元宝上来啊，难度是因为你有阻扰，杰森一直会把我推啊转来转去。你知道我的难度是什么吗？我一直被他拉着走。所以杰森呢也是成功获得一个元宝，杰克队的 Ken 呢就获得两个元宝。恭喜杰克队获得一分。成美队呢就派出敬意。杰克队呢就会派出小玉，耶，也是来到两位美女啦，看他们的功力是如何的。你们打算用什么 technique？ 我会拿筷子，我现在还蛮担心的。以前都说不会用筷子，真的，你看，我用的，我拿筷子的方式都拿错了。来准备好了，唱歌，唱歌。OK， 三二一啊，三二，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后面有人跑。走走走回来，拿，不要为了一颗元宝，我放弃所有的元宝。后面还有人，拿到了，加油加油！哎，好，很好。来，把前面走。我没有声音了。我发现了，现在的女生不是往前看，是往后看的，一直朝后面有没有？不是往前看。你们再去后面就拜拜了。不愧是漂亮的女主播，我手上拿的元宝总共有四个哦。有没有听过有一句俗语叫做“贵金不贵多”？你看一个就够了嘛。对啊，小绿也不赖呀、啊，不赖呀、啊。如果这个是真的，我肯定要啊。所以这回合呢，成美队又获得一分，恭喜成美队。现在要派出的呢就是李明忠，耶、还有杰克队的杰克队长，杰克队长，杰克。好，准备好了，准备好，三、二、一，加油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你要小心哎，你的刀要掉，快快加油！哇，怎么可能？哦，原来阿佳的夹攻绝对是一流的。加油！对，
很厉害极啊！我知道了，应该是李明忠比较老，所以手会抖，所以他就不打我。那刚才我手也是很抖哎。你们阿杰很年轻吗？怎么可能？李明忠不要让他得逞，会摇会摇。可是我们收了一肚子的元宝，哇！掉的就是我们的了。做人不可以这么贪心哦，我跟你讲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10个，十个！我找你几千块，我全部丢给你的。你看，我们只拿金销，我们只拿四个而已耶。其实我觉得四个呢是很好的成绩，可是还遇上了对手，是不是？对我强，我比较贪钱，而且夹金是很好，你懂吗？不懂怎么夹？拿到。对啊，还有一个单内，就是你夹到你一定要放在你的衣服里面，那比较快啊，你不用用手去利用另外一只手去拿。我想你那件衣服就可以啊，你也可以，我们哦，可以的，再照塞照塞。那我就试一下嘛。啊，上次来的时候会从 A cup 变 B cup， 再变 C cup，B cup，B cup 再变 E cup 来，我们要。好，所以我们恭喜杰克队获得1分。好的，接下来呢要派出就是陈伟队的孙月婷，还有杰。今天加油！何一文，好，一个人是用右手，另外一个人是用左手啊。那边的就你拿，我这边就能拿。不用那么客气的，钱掉下来拿就对了。我们就不要理他们了，我们就玩我们的好吗？3、2、1，哇！转！真的很难哎，那边不要，那刚才说哦，我夹左边的，你夹右边的，现在全大乱了。女孩子都是天神的，对，公事心非。这边，在胸里面呢，不是放心里面。我都跟你讲，我没有气啦。慢慢来。很好，前面往前看。我觉得你们两个不要走啊，走到底，好不好？六。我要讲这东西不要免塞在里面，你看我们放在外面，我们有两个，我们真的是两个。我真的是在水里面的时候，我已经给很多机会他。是吗？我跟你说，我先承让，先承让。所谓旁观者清啊，我们看到的可不是这样的呢。你真的好大方哦。对哦。现在的分数呢，就是陈伟队获得1分。啊，陈伟队呢要派出就是陈伟队长，对，那杰克队呢派出陈俊，两个人呢又是来到这个决战的时候，因为今天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决战呢？这个是最后一局啊，所以一定要分胜负，你们两个一定要好好干哦。陈俊，嗨，我以前真的是一直有看你的节目，我很喜欢看你做主持的，真的，是吗？真的，我很喜欢你做主持，我也不会让你喜欢当主持，我也是喜欢看你做主持的。准备好没有？3、2、1，我给你们真的很乱呐！三粒，六粒，啊！我
觉得刚才我很厉害了哦。杰克队的陈玉呢，就拿了六列，所以获得一分。好，臭尾蹲呢也成功获得五个元宝。黄金满地这个游戏里面呢，杰克队以3-2暂时领先。下一个游戏，哎呦，哎呀，真的很轻哎！你以为他是东方不败咩？哎呀！咚咚咚咚咚咚咚！哎呀，新式跳桩，谁敲我的头？没有人。要有狮头，还有桩，还有红包。来到醒狮跳桩这一关，每队派出一位代表，要向醒狮班跳过设在水池中的浮台，之后再拿起醒狮头摘青，就可获得红包。每跳过一个浮台计算一分，只要在限时内跳过最多浮台的人，得分越多哦。但是你们有没有啊？就是说小时候会比较怕舞狮，有没有？没有啊，小时候就拿那个被单来装，来模仿那个舞狮啊。哦，因为我通常小的时候啊，我去看一下舞狮的时候，我会用的藤鞭去鞭他们的屁股。啊，江淮丹，所以就被人鞭了，有恐惧感的吗？因为不痛的嘛，他一直摇尾巴就鞭打他，很好玩哦。先让陈伟队开心了，做一个代表。我厉害的哦，你只要派我先。啊，没有问题，去吧。Go！ 我是第一个，是让我去做白老鼠哦。可以的。为什么我们会派出陈伟队的陈伟呢？因为他时常做一个错误的示范，所以呢，看过他的错误示范之后，我们一定不会出错啦。错的，错的。其实我觉得陈伟已经醒来了，因为他现在是醒狮。节目啊，我今年牛年了，我有一个新的，就是第一个这个目标，就是彩青。我做不到，就做不到了。准备好，开始，一，耶！哎呦！我觉得这种好，蛮聪明的他。你不要做对的动作，没有用的，你要做错的。等一下我们才学到嘛，跳过去马上趴着。好痛啊！痛快啊！一、二、三，跳！活该这种人啊！错误的示范，谁叫我做的？原来是拿成功跳过去的吗？跳很容易，你接下去的时候很痛。陈伟应该是跳到三个桩，获得3分。对，好，这样让杰克队派出小玉好了。小玉好了。小玉比较轻，我有点小紧张哎，现在。不用怕的，就是很享受嘛。有句话，唔跌唔大，跌咗即刻大。那我都只系咁大，即是肿的。其实呢，小玉她有一个外号的，叫做“憨公水熊片”。你看她这么瘦小，就知道啦。憨公，没有。准备了。对啊，她眼神好美。加油，小玉，你可以的。啊，现在开始走了。3分钟而已啊，真的很轻哎。对，她完全不会动哎。可以超过3分呢，一定会好过陈伟。哟，这个是啊，耶！爬上去的是爬得很痛，他爬得很轻，爬得很轻，他是这样子，你就是有技巧，有心你就跳。但是只有3分钟而已哦，跳越猛哎，6个了，晚上7:21跳进去了。好料啊！就不会滑。他就是你看，包只有2个而已，还差2个就可以拿到包。他已经抓到那个感觉了，要怎么爬过去？来，恭喜你，恭喜你！还有4秒，还有1个，哇！喂，慢，不要急，到底他能不能成功获得这个红包呢？还有20秒啊！还有24秒，快点把红包拿回来跟我们分吧！对，踩到新的，时间过了，因为你没有拿到石头来舞狮，然后踩青，真的吗？所以就不成功。其实我现在还蛮生气的嘞。为什么？因为差一点点，差一点点啊，对，
经到了。对啊，都已经到了。不过时间不等人。我也跳得很累了。你九个都过完，完全是过了，所以你的粉丝也蛮高的。对，恭喜你，恭喜。下一个派出的是谁呢？就是美丽主持人沈月婷啊。是我，就是他。我来了。制作单位呢，要把这难度提升高。就是不能够趴过去，只能够跳过去。跳过去，真的不能趴吗？不用趴。三二一，哇，好轻啊！好轻耶！来哦！哇，这是正确的示范。不用趴的，用蹲的也是可以。好快啊！跳！等一下，我们跳的时候不知道应该要怎么样。你知道，我知道，问题是什么？我脚短啊。好紧张哦！来来来，加油！八、七、六。想象中这么容易，真的啊！如果能够趴的话，早过了，就好了啦，你过了啦。杰克队的后面那位，你看到吗？最怕是他。我的心情最高只能跳到三个。OK， 好，就来吧。其实我真的相信他能够成功的过完跳完。为什么？因为他的造型整个就好像青蛙。那个青蛙呀，乖乖乖乖，准备好，上一二三，二一。刚才那个不算一分吗？那个不算，我以为你掉下去了。哇，你就想哎，这样子算一分，那陈伟对了。那我来了， yeah. 自动洗衣，你会跟我一样的 ，OK？ 放心，我不是青蛙。哇，他会跟我一样。来，预备备，预备，三二一。分数的，耶！所以成为队的民众呢就挑战失败。接下来要判就是杰克队的美女文文。我想讲你会不会一跳就整颗沉下去？可能有这个可能。预备哦，三二一，跳！稳一点，哎，上稳心。证明你是轻的，你飞人。我要证明给。那个讲我重的，刚刚我是没有整个沉下去，好不好？我有进步了，刚刚你一沉下去的第一刻，你知道你讲什么吗？马斯卡拉还在吗？刚才明明第一关的时候就把马斯卡拉擦掉，怎么可能还有马斯卡拉？所以呢，你们呢，只是跳过一个罢了，我得一分。陈伟队要派出的就是女主播美女。OK， 三二一，红线下。而且刚才叶文还大声笑，哎，我们要笑，我们偷偷笑就好嘛，对不对？因为我笑是笑你那一对啊，你说我整个人沉下去，就是你那一对沉下去吧？到底是不是刚才被阿 Jack 吓坏了？因为你一下的时候他就讲偷先下，你说被他吓到时你是偷先下，所以呢，我都吓得很难看。啊，就青蛙他说的。反胜的青蛙啦，所以呢，陈伟队的经历呢就是挑战失败。好，那么现在呢，杰克队就会派出我们的白箭楼 ，I can， 哟，他说他要从远远跑过去，就快用快速的跑过去，不，蜻蜓点水耶，你以为他是东方不败咩？哎呀，你以为你是蜻蜓点水咩？看他怎么失败，三二一。好跳好跳！
继续跳的，我站不起来。左脚慢慢拿上来，不然你 balance 不到。太新手了。真的要用跳的，真的难度很高，基本上没有一个人跳过可以跳三，应该是讲没有人敢跳过去，应该是全部都是这样子半蹲的。因为我们男孩子比较重，其实难度会比较高。杰克队的阿 Ken 呢，就是挑战他可以拿到东方失败两分，东方失败可是还是拿到两分啦。哎呦，接下来呢就到 Jason， 三二一。沧海一声笑，滔滔两岸潮。他以为他自己真的是那些东方侠小说里面的人物啊，还要用背的，你哪里背得到啊？哦，你以为你自己是西门失败，所以要一下子跳过去？我已经放弃了，我看到那个东西我就怕了啦。对不起，队长。你长得这么高，那你怕什么？陈伟队的 Jason 挑战。只能够拿到两分，最厉害的那一位又要出场了，就是杰克队的杰克，预备，三二，点解？喂，佢仲赢紧噶，我的脚还在上面，还有分。哎，这位先生，你去错地方了。你是不是刚才从哪里过来？怎么可能这样子？我刚才好像撞到一下，我失忆了。你好烂！我承认我脚短。讲完，这个队是挑战失败的。这顶式跳桩的分数呢，就是12-12，打成平手，皆大欢喜啊！什么皆大欢喜啊？接下来这个游戏就是要分出胜负的时候啊！拜拜。千里之外，你不得对吧？小心点哦！吉祥如意最后一关，两队派出一位代表，在乘搭全马最长的水利过山车时，两人只能用双脚保持和平衡一个装满有柑橘的小碗。经过翻转后，碗里剩下最多柑橘的人计算胜出。三二一，拜拜！刚刚那个水利，我跟你说，真的是很强很强的。对。我觉得过不了，那马上就会死了。Oh my god！ 好像觉得那个瀑布的水在冲着自己的感觉。对对对。哇！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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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一上一下，一上一下，而且你的心理的障碍也是，呜跟着上，跟着上，就过山车一样。哇！他们是哭着回来的，不能动啊，屁股啊，抽筋啊，我的屁股要抽筋了。在这么刺激、这么晃的一个情况之下，果然哦，你命中还可以剩下五个极致哦。一个队的成员呢，他只是拿了4个，中途你就想放弃，很恐怖哎。那恐怖的地方在哪里？其实。就是他很摇晃，你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哪里啊！你会晃哪一方面？对啊，所以称为队呢，也是算是获得一分。接下来派出的呢，就是杰克队的小玉，还有我们称为队的金玉。我送你离开千里之外，你无色对白，小心点哦，拜拜。刚才看到小玉的那个碗已经是翻了一点，这两个女孩子呢，比刚才那两个男孩子还要 man 呢。那两个男孩子出去的时候，好的啦，节目没有效果的吗？对，果然是幸好派演员，幸好他有在，他叫最大声的。美女回来了！我真的很喜欢快
妈，她讲的对，捡起来，捡起来。我们看到小玉是多送嘛，只是一个清水，有爱有水，二四六八十，十个鸡腿，哇，果然比男生强哎，还强过我的对话得一分。就是我们大胜，杰克队的队长杰克。那我们杰克呢，跟 Jason 已经准备好了，应该没有什么话好说啦，所以预备备，应该是讲不要给他，不要给话他说。来，三二一。你刚刚真的很厉害啊，所以呢，就要问一下，到底刚才你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技巧？我什么都没有想，一开始我就是一直抓住那个绳子啊，然后就把身体一直卷起来，一直缩到很紧很紧，所以我真的太紧张了，所以我一直跟他讲，我很怕，我怕，他就不理我，我很专注，一直看着我的鼻子。真的很不简单，因为如果现在杰克下来，杰克又输的话，那我们作弊就输喽。哦，下喽。我们给观众送礼物好不好？恭喜发财，我们。由于呢 ，Jack 呢，就是他回来的时候是用大腿把整个碗盖住的，所以呢是犯规的。杰克，我请你吃。我们的回来呢是 Jackson 获得一分。是 Jackson， 不是 Jackson 啊。好，接下来呢就到我们的筹委队的沈月婷。加油！杰克队的 UI， 你们不要犯规啦！不要加油。老鼠死了，只是刚才上面的时候，他一直诱惑我。啊！对，
他竟然还亲我，你懂吗？我怎么可能做这种这么丑的事？结果呢，恭喜车尾队又获得了一分。所以在最后回合呢，是车尾队全胜。哇哦，开场的时候呢，今天的总成绩啊，就是车尾队以21-16获胜。 太久没赢啦！牛呢？牛年我没有放太岁哈，不然他会伤心哎。是你这年啊，看来我们真的扭转乾坤了。牛了吧？好的，开始射击。今年你一定赢了我，我跟你讲，我会赢的。这个其实是蝎子来的，你看，它有拱的，它有尾巴的。啊！会不会这样就吞下去？不带滋味。不要那么狠，快点放在嘴里啊！你整个把马器咬更快。有用吗？什么味道的？ 真的，辣的，母的，黄志伟，真的吗？哎，那眼睛很辣，看不到他们的。好可是，好恶心哦！哎呀，爷他有病来的嘞！怎样？好恶心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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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恶
一百倍的钱，小玉可以的，小玉可以的，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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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水了，你要来害我们？要要要，收给我们看啊！等一下等一下，来没收。那边那边那边，哎呦！刚刚主持人，刚刚主持人还在抖哎。医生说我对补品敏感哎。队长，这不是补品了啦。你懂吗？我的手指。来，快点。热，哇，八头两带了。啊，沈科啊，我跟你说，你这样是会更辛苦。我的腿，给水，给水他，我的腿。今天是新年嘛，那当然要有礼物要奖励一下你们。哎呦，那个礼物当然是大一点的。对，就是 OTM 送出的手表一只。那是很多呢。哎，手机啊！最新款的手机。没有啦，这就是蓝妹送出的这个化妆品。非常谢谢今天所有的嘉宾。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。要谢谢的当然是你啦！恭喜发财，恭喜发财！都站不稳，忧郁是过期的新闻。你们不要挡住镜头！是，安迪恭喜发财！这边我也要。